和马龙可是很差大了。嗯，马龙你看他是二，今年这个特别这个超级明星的这个比赛的时候，像马龙啊，包括应该给于子阳多点鼓励，嗯、对吧对？应该给于子阳多鼓励一下。年轻队员，对，哎，漂亮漂亮，打哪儿都不行，打哪儿都回来，就这种感觉，哎，而且来讲他。感觉输给他以后吧，嗯，心服口服。握手的时候，哎，就是比较服气。他这个魏乔目前这个队啊，他之所以能换了以后，他就想这个调这个双打、嗯。如果调双打调好了，这个显然打到这个淘汰赛的话，恐怕就是一个很大的弱点。嗯哎呦，好球！哦，这个球没想到、嗯，好球！嗯，七平，嗯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嗯、这个球其实、你虽然说回球没什么毛病，但是他回的质量特别高，很难打，非常难打。机会，好球！哎呦，好球，好球！领先马龙一分了、好球，好球！哎呦。咱这是第一局啊，看马龙第二局该怎么来应对。好球，好球，好，嗯。上一场、嗯、和马龙打，2-0领先，哎，3-2被他倒回去了。就是，就哎手哎手上看到胜利的希望的时候，你能不能？这个运动员到最后都犯了这个，但当然今天希望于子阳能够看看能不能在自己的老家，对，这个有机会。但是呢，如果打得越长的话，就是一个综合实力的比拼。对，球面积，对，包括你的国家的工业，这些综合因素就比起来了。嗯，他根本不在乎，嗯，他根本不在乎，他也觉得很气定神闲。嗯，你看中间你感觉不出来，好像很就是勉强的感觉、啊。你像这种特别乒乓球这单人项目的，它好就好在哪呢？它第一，它这个技术水平好，嗯。第二个呢，好看双方的第三局啊，前两局是战成1-1。好球，漂亮！这球都是搏杀的，嗯、如何来遏制？特别是通过这个发球啊。打相持太难了，打相持赢马龙太难了啊！好的，好的，漂亮啊！表演啊！这个刚才我们说，再来一个，给个短的，正是为格短的，好球，漂亮，漂亮！哎呀，6-3，6-3，好球，好球，先让你打我。哎，有些队员呢打得非常好，但是他是必须要主动上手的这种。哎，上风球。没拉上啊。这个也是，又是给你拉。追了一分，7-8。好球，好球。哦，这个接球接得好。好球，好球。三个局点啊，好球，机会，哎呀呀，哎呀，这个12-10，这一局比赛今天最好看的，其实马龙的可怕呢，不是说他行云流水，他会赢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没有想法？这我突然觉得这个乒乓球呢，就是真是千锤百炼。你看又一览众山小的那种感觉，好球，好球，想，马龙想轻松赢于子阳，我看今天也有点困难，但是今天呢，不对，一看这上面我要真不是在这儿，还真不行。哇，这球好球，好球！好球！哎呀，真漂亮！
协同作战。嗯，你看，只要一展开以后哈，你打哪儿去，哪儿都可以回来。他这个调整能力相当强。嗯，好球，漂亮漂亮，太好了。打樊振东这一场，对对对，哎，这是一场龙虎斗，龙虎斗，嗯，而且那个卡车拉着，就是不带停的，而且没有声音，就都是那种连续。你看，好球，好球，9-9啊，9-9。你看，这全好球，说谁赢了，你也就没意思啊，嗯。哦，这真是要打这个决胜局啊！哎哎哎，机会，这没有。但是马龙刚才呢，就是也流露出了比较得意的笑容啊，一闪而过，哇，好球！哦，漂亮漂亮，这是搏出来了，搏出来，真是匪夷所思那种。发球又变了啊，再给一个，哎呦，哇，哎呀，哎呀，太精彩了这个球。但你赢一场太难，哎，三个盘点啊，虽败犹荣，虽败犹荣，7-3，给观众呈现一场非常精彩。